锄禾日当午，仓位补不补？本是一个庄，杀爹太痛苦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牛市一去兮不复还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大盘指数向下走。姑娘你好。这满屏绿油油的一片，让我想起了家里那片韭菜地。长线是金，短线是银，长期均线金叉 KDJ 数值底部反复钝化， MACD 底背离，能量朝喇叭口扩大，近期将有异动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财富导师曾经卖给我一本炒股秘籍，只要998元，就是这本，让我钱袋大开，感悟人生。这书，看了这本书以后，我3个月就变成了百万富翁，然后开始。这是我买的，钱给你。卖房、卖车、卖地。哎呀，现在的老人家怎么也这么性急？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我在看这本书之前，可是个千万富翁啊。